冲！哦哦哦！抠你一下，闪现了。在这等一会儿啊，万一我一个手里干能把他那个红给他抢了呢，咱可以试试。他不打红了，你有病是吧？我都没明白他去干嘛去了，你去这里能干嘛？哎，为什么这抠没抠到这个？手里干。手里干，我掏手里干平 A， 跑得好快啊！手里干。在手里干，好，学个影。等一会儿查克拉，打他一趟。手里干，一下。学个抠，我们塔下收兵，让他打。手里干掏一闪，来一个锯齿短臂，潘森原来是打野呀，这上路一瞅是要杀这积木啊，能杀了吗？W 一扣差一点点，那个扣没中。哎，这截这个扣总是中一个扣，怎么办呢？第二个扣不中，是不是没办法？手里干。他指定要补这个兵。这回中了，只要中两个扣就很疼了。我电刑马上可以秒他。死，是不少中一个扣？少中一个 Q， 我估计 Q 又少中一个。
哦，原来潘森在我身边呀、啊，打野竟在我身边。手里盖，等这个天使出来啊，我们在这里等他。他现在五级，我还可以杀他一次。右边插个眼，怎么把 Q 放了呢？哎呦我操，他升了！你怎么升的这么不是时候？我发现啊，我直接大你！这塔呀，实在是没办法，他砸我怎么整？直接把我砸死了。哎呀，我早点跑出去好了，我早点按大招跑出去应该能走。我寻试试能不能从这边直接走了。不是已经走出去，我走出去也给我砸死了，没用。刚我走到这个位置再回来，只有一个防御塔砸我，他只 A 出来一下 ，W91 手里干。手里干，三五里霸子是不是？打不了一扣，我需要男 buff。要不然这没有查克拉。看来不打信号打野是绝对不会给你拦的，发现没有？嗯，人嘛总是自私的。我掏，给大，平 A 一，掏走，攻速真慢呐、啊。积木干啥来了？积木，嗯，积木。积木挺有意思啊，这是上路混不下去了吗？这是你没有大，你追啥呀？没有大招你追啥呀？嗯、啊、你有大了，有大不行啊。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换一个神域透镜。积木已经起飞了，我看这积木零杠五了，这就是玩零一杠六了，这就是玩积木的下场，知道吧？
我敢不敢看下路呢？哎，这双 buff 哪来的呀？这不白送了吗？这双 buff 真好。哦，双 buff，这寒冰也能死，没事。我还能吃个小花瓣儿。打不了一 Q，再 Q。手里干，这波可以杀。天使人儿呢？没有人，我可吃你塔皮了啊！手里干，我觉得杰没有办法说是一定能双 QQ 到人，没办法。手里干，你在干什么？嗯，我手里干。杰没有办法一定能 Q 到人，就是两个 Q 啊，因为一个 Q 长一个 Q 短，他肯定没办法 Q。 你影子的 Q 比你身体的 Q 长，给我在中路插眼，你都没大了你还搁这插什么眼？哎呀，我操，挺吓人呐！第二件装备，咱来个夜刃之风，个屁！这不出收集者。打个蓝，又给我打了。哎呀，操了，真是！我拿对面的吧。小黄毛不怕死，哎呦，给我射了，我操！
哎，为什么这皇子就打我呀？漂亮，手里干，投降了。